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弗雷德·特朗普是一个纽约郊区房地产界的大人物，但是他对竞争残酷的曼哈顿房地产界并没有兴趣。他是一个严格遵循纪律的人，并给自己的子女们也灌输着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及强烈的自豪感。我还从父亲那里学会了讲求实际的做生意的能力，这非常重要。只要有机会，唐纳德就在父亲的建筑工地实践，吸收着一切关于建筑和做生意的知识。从小，唐纳德表现出坚韧的意志力，并且敢于摒弃陈旧的观念。我经常会做一些行为不端的事情，比如当同学在黑板上写字时，我会朝黑板上扔粉笔。如果我认为老师的知识不够丰富或者能力不足，我会当着众人面讥讽他。为了驯服唐纳德桀骜不驯的顽劣个性，父母把13岁的儿子送进了纽约军事学校，希望军校的严格纪律能够帮助他力争上游。很快，唐纳德就被塑造得有模有样了。军校里的教官都是真正的军人，我的意思是，这些人都是离开军队或是离开海军陆战队的军人，他们进入军校担任教官。面对的都是像我这样被宠坏的富人孩子，他们真的会用拳头来结结实实地教训我们。经过军校的千锤百炼，毕业时的唐纳德不仅成绩优异，领袖气质也逐渐形成。人必须要学会适应环境，否则毫无成功的可能性。军校生活让我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做人一定要自律。18岁的特朗普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从纽约军事学校毕业，由于擅长社会活动，再加上外貌英俊，他被全校评为最受女性欢迎的男人。毕业后，面对何去何从的人生选择，唐纳德想到了娱乐圈。我当时对进入娱乐业抱有非常认真的想法，但最后我真正了解了自己的内心渴望，我想在房地产界大展宏图。随后，唐纳德·特朗普获准进入隶属于常春藤联盟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就读。大学时代，唐纳德孜孜不倦地汲取商业领域，尤其是房地产业的最新知识，培养机敏独特的生意眼光，磨练自己的谈判技能。大学毕业后，唐纳德进入父亲创建的房地产公司任职。然而，他不愿意只做父亲的翻版，把生活圈子局限在狭窄的皇后区，而是把目光投向了繁华喧闹的曼哈顿。他开始筹划在那里兴建豪华气派的高楼大厦，赚取父亲永远无法企及的高额利润。然而，把梦想变为现实的路上却铺满了荆棘。纽约房地产界是个错综复杂的商业圈子，没有背景，没有人际网络，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是根本无法进入这个圈子的。雄厚的资本也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投入了父亲的产业，几乎所剩无几的唐纳德毅然搬入了纽约上东区一间昂贵的公寓。然后他想办法进入了一家高级的纽约会员俱乐部，在那里结识了不少有钱有势的政经名流，这为他日后发展房地产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帮助。上世纪70年代初，当纽约房地产的价值不断下跌时，特朗普向市政府官员提出了房地产开发的建议。1973年，随着利率的上涨，纽约的房地产市场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许多企业宣告破产，包括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面对困境，中央铁路的高层管理者们都急于撤资，抛出地产，其中就包括位于纽约中央火车站的破旧旅馆。特朗普很坚持，竭力说服纽约市政府让他接管垂死挣扎的旅馆。父亲坚决反对这笔生意，这简直就像是买泰坦尼克号的船票一样冒险。但是唐纳德毅然决然地坚持自己的决定。当时纽约的经济形势不好，唐纳德看中的这块地产的形势也不容乐观，没人看得上他。唐纳德的确是在冒极大的风险。唐纳德把旅馆改名为凯悦大饭店，从此一个房地产界的新星诞生了。一夜之间，整个纽约都在谈论唐纳德特朗普。不到30岁，唐纳德特朗普就彰显出了锐不可挡、咄咄逼人的企业家才华，在纽约房地产界占据了一席之地。同时，他的私人生活也多姿多彩。
1976年，特朗普结识了前捷克斯洛伐克滑雪运动员，后成功转型为模特的伊凡娜。唐纳德是一个地道的美国男孩，他非常聪明，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我们两个人真心的相爱了。坠入情网并筹划婚礼的特朗普并没有准备和伊凡娜分享他的财产，他和律师草拟了一份婚前约定。我不想我的后半生被繁琐的离婚程序束缚住，因此我相信在法院和法律程序的帮助下，我能避免日后的麻烦。我必须要签署婚前协议。1977年2月15日，相识不到一年的金童玉女，30岁的唐纳德和28岁的伊凡娜在纽约举行了婚礼。1977年10月31日，他们的大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出生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唐纳德·特朗普凭借自信和无畏，使他成为纽约房地产界的新宠。当有些人认为他已经黔驴技穷并且会马上消失的时候，唐纳德·特朗普的时代才刚刚开始。我自认为是伟大的建造者，我建造伟大的事物，然后他们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成功。特朗普知道自己美丽的妻子伊凡娜并不是徒有其表，他指定伊凡娜监督凯悦大饭店的室内装饰。凯悦大饭店共开设了1400个房间以及一个豪华的总统套房。伊凡娜接手的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1980年，34岁的特朗普策划着他事业生涯中最大的一笔交易。还有什么能比建造一个在第五大道紧挨蒂凡尼珠宝店的特朗普大厦更迷人的呢？1981年1月15日，凯悦大饭店开业了，在营业的第一年就创造了3000多万美元的利润。同年10月30日，伊凡娜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漂亮的伊凡卡。1983年4月，特朗普斥资2亿美元，在纽约曼哈顿黄金商业区兴建特朗普大厦。这幢高达68层的综合商业大楼为高收入的民众提供宽敞的办公室、精品商店以及豪华公寓，吸引来了络绎不绝的商户以及美国各界的名流。每间浴室中都铺着洁白的地毯和稀世罕见的大理石，客厅中间装饰着精致典雅的喷泉。特朗普大厦豪华气派，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是特朗普房地产帝国的焦点。在纽约打开一片天地的特朗普继续向外扩张房地产地。1983年，特朗普投资1亿1000万美元兴建大西洋城泰姬陵度假村。1984年1月6日，特朗普夫妇共同迎接了第三个孩子艾瑞克的到来。当特朗普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辉煌时，纽约正在挣扎着还清他所欠下的巨额债务。特朗普看到了这座城市所面临的困境。纽约中央公园的溜冰场已经破败不堪了，修缮工程一直在进行，可是经过几个月、几年的拖延还没有完成。特朗普觉得这件事情荒谬至极。特朗普主动向纽约市政府请缨，他可以只用最短的时间和最低的成本来完成整个工程。事实上，修缮总共只花费了5个月，并且在预算范围内节省了7亿5000万美元。这个工程项目的竣工让他成了纽约的英雄，他是个讲求效率的实干家。然而，事业上突飞猛进的特朗普和妻子伊凡娜8年的婚姻却在重压之下产生了危机。伊凡娜终日忙于工作，经常出差不在家。虽然唐纳德表现得非常规矩，但是作为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商人，他总是很有女人缘。唐纳德喜欢在家吃晚餐，喜欢与孩子们一起玩耍，他是个很关心家庭的父亲。伊凡娜总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两个人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缺乏交流，这使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紧张起来。离异并不是因为第三者，我离开是因为这段婚姻结束了。别人认为是因为我有了其他人，但事实是我离开伊凡娜只是因为我们之间结束了。
你希望得到什么？自由。1991年12月11日，特朗普和伊凡娜友好分手，结束了13年的婚姻关系。伊凡娜取得了三个孩子，伊凡卡、艾瑞克和小唐纳德的抚养权。1987年12月，41岁的唐纳德·特朗普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名为《做生意的艺术》，是每个生意人的圣经，被《纽约时报》评为最畅销的书籍，并连续在排行榜上维持了32个星期的冠军地位，卖出了300多万本。1989年5月，42岁的特朗普购买了东部航空公司，随即更名为特朗普航空公司。为此，他花费了3亿6500万美元。这是除特朗普大厦和泰姬陵度假村之外的又一笔金额巨大的投入。尽管背负着极大的债务，特朗普却坚信自己的眼光，对前景无所畏惧。上世纪90年代初，膨胀的纽约房地产市场日渐衰落，美国国会改革了税法，限制房地产开发商的发展，同时垃圾债券市场的下跌无疑是雪上加霜。特朗普的个人银行债务高达9亿美元，曾经慷慨借贷巨款给特朗普的各个银行意识到，一旦特朗普宣告破产，他们将面临血本无归的风险。如果你欠银行的钱，比如5000、10000或者20000美元，那么你就有麻烦了，银行会时时刻刻紧跟着你追讨欠款。但如果你欠银行几亿、几10亿美元的话，那你们就会成为同一阵线的合作伙伴，共度难关。最终，特朗普宣布了破产的消息。事实上，他的境遇比破产还要糟糕，每时每刻他的欠债金额都在不断的增加。当情况变得很糟糕时，你所需要的仅仅是时间，冷静沉稳地等待时机成熟，让状况慢慢变好，也可能会变坏，但终究会变好的。当时的美国媒体纷纷发表评论，声称特朗普无法东山再起了。但是从来没有服过输的特朗普却不屑地说道，如果有任何人以为我的未来从此会暗淡无光，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你必须毫无条件地相信自己才能获得成功。特朗普紧锣密鼓地召集了一个金融顾问团队，帮助自己走出债务危机。他让我们专心工作，而他完全不介入其中，他只关注于我们是否做了需要做的事情，哪怕我们又回到了原点，他也会鼓励我们说，让我们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难关。特朗普重振旗鼓的战略是把特朗普帝国拆分，一切从零开始。他暂时放弃了成本高昂的特朗普航空公司和凯悦大饭店，作为回报，他获得了3座大西洋城赌场的控制权。这些娱乐场所原本是私人所有的，他把这些机构合并成统一的公司，然后向公众出售这家公司的股票，他将销售股票赚得的收入偿还他的房地产债务。终于1995年6月30日，唐纳德·特朗普还清了所有的债务，涅槃重生，重登纽约曼哈顿房地产之王的宝座。上世纪80年代，我从来没有欣赏过自己的成功，一切都似乎理所应当。现在的我心存感激，因为我知道了成功来之不易，而且。